យើងដែរមានដែរបែបយើងដែរយើងសិនទៅហើយបាទមានសំខាន់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是不同呢？因为我们刚才作为中国的女性走路是古代的。而且是经过了舞台艺术化的表演的。刚才我们柬埔寨的女学生的表演是我们现代生活的。其实都是一样，都叫走路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认识一下。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表演一下。刚才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个女性，她比如说她见到一个帅哥，她就很害羞，你看她怎么害羞。那我想请柬埔寨的另一名学生来表演一下，看看女孩子害羞是怎么样子的，看见一个帅哥了，她怎么害羞的。大家努力拍一下好吗？烟谁要买？那你买颗烟呗。来，我们请这个同学到中间来，看看。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同学，他们非常的大胆啊，很勇敢啊。这个就是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大家请回台就坐。